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打排位最享受的就是躺赢啊。然后今天运营的这个明世隐和一个赵云啊，赵云这个就代练啊，他打得非常溜，然后就跟他躺赢了一局。然后好像是和项羽，他是和项羽一起开黑板，然后刚好匹配到他，然后他打的也是非常不错。然后他说他是荣耀王者嘛，是荣耀王者的段位，然后这个账号也是应该是算是一个代打的账号。然后我们看他的战绩还是不错，10-0，然后基本上这局他是没有死过一次啊。前期我是跟着他打，然后接下来我就就大家来一起欣赏一下这个赵云，他的那个精彩操作还是非常溜的。我们看到这一开始的话，我是练着他，然后就拿到一个人头是吧？然后这边花木兰又收割，还是非常不错。前期我跟着他打。还是挺赚的，又赚助攻又赚什么的，打得非常不错啊！大家就好好欣赏一下。大家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代练是吧，也是非常爽，大家可以参考他的打法，还有最后看一下他的出装是吧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